这个会比较痛，因为它对这个这里，所以它基本上是这样。在35人大起舞的时候，跟了我们练了一个小时的这个breaking 的东西，我当时是真的是深受你的冲击，我能感受到你的那份赤诚。然后你过来跟我说，给我机会去做一波不一样的东西，这个是我本身带着这个初衷来的。然后你这么跟我说了，我当时是真的是非常感谢你。其实我关注你很久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看得出你是叫体现 B-boy 不同的一面啊，对不对？我毛巾给你。OK。你思考一下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不只是说了这一番话，还有你之前的一些行动，然后包括现在确实给了我很多发挥的空间。五六七八，一二三，四五六七，剩下飞，三老师，这里就要崩了，再上去这里也是紧张，不是上去就不会蹬。我看到他是有很多想法，想能够展现不一样的 B-boy， 会有想出很多招的 B-boy， 同时我也觉得他是一个全能的 B-boy。 其实我刚才跳完的时候有一瞬间是挺感动，有点想哭。然后首先一个就是那个 Hello Back， 因为这个动作其实对普通人来说还是比较难的，我相信他除了嗨还有晕，然后还要在水上很容易滑，但是一博就控制力非常的超强。对，超牛牛。第一次见王一博队长啊，有点高冷，有种生人勿近的感觉，就有点冷，就不怎么敢跟他说话，就有点感觉是这种。但是后来就是你跟他越玩越，尤其是在排 battle 的时候，就发现哇，他好嗨，超级嗨，就他自己跳嗨了，自己说哦耶，哦就这么搞，他自己会嗨的。然后慢慢的接触多了以后，他开始就是你会发现他显得很爱笑，就非常非常阳光。我会再抢的，我等你。我跟他说，我说我等你，然后一博队长跟我示意了一下，因为我知道后面会有抢毛巾的环节，我觉得一博队长会给我抢一条毛巾。点门。哦。那一博见了我说。电门你怎么来了？然后说这个的时候我还挺意外的，我就觉得我们之前应该在 KOD 上有见过，但是他还有印象。王一博队长，我觉得他跳舞特别好，会很多舞种，人很好，然后给大家机会让你表现自己的优点，我觉得他很好。